我是王源。没事的时候，我就喜欢涂涂画画。看我灵魂大作，灵魂大作。很多人吐槽过我是灵魂画手，画的和别人一样都没劲。我就喜欢我自己的风格。我是乐视不平人类博物馆馆长王源，这是我的一号藏品，快上 B 站说出你的藏品故事。